大家好，我是桑迪。那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 GCC 的一个学习，我们已经知道 GCC 是我们开发所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编译，对不对？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编译。那么同样的，我们在开发过程中还有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进行大型程序的这样一个开发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必不可少的是我们的一个调试环境，对不对？那如果在 Linux 下面进行编程，我们的调试又如何来做呢？有的朋友就会说了， OK， 我有 Eclipse， 我有 .NET，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 Eclipse 和 .NET， 我们在进行编辑的时候，我们在编辑的时候都会考虑到他们的这样一些功能。就拿这个 .NET 来说， .NET 和 Eclipse， 我们试想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开发的这个过程中， sorry，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比方说我们随便建一个项目，随便建一个静态网页， .NET 也是一样的，我们也随便建一个项目。这样一个应用程序，那么我们分析一下，其实我们在编程过程中重点是，首先是不是在这个我们的 IDE 环境里面去编辑，对不对？那么这个编辑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通过这个地方，这个叫什么，叫编译，对不对？或者通过 project 下面这样的一个编译啊，或者 build 啊，来 build 来进行编译。那么编译完了之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这个程序会出现一些 bug， 对不对？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要 debug 来进行调试？那么好，在我们这样的一些过程中呢，我们在 debug 过程中大家都做过啊，像什么设置断点啊，这些内容。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在 Linux 里面我们是怎么样来完成这些过程的？我们刚刚说在开发的时候，我们先编辑，我们是不是学过 VI？然后我们来编译，我们学了 GCC， 当然后面我会给大家讲，现在我们在商业应用中有比 GCC 更好的编译器啊，就它的管理能力更强。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因为要去调试，对不对？这就是我们，那我们在 Linux 下面用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GDB。所以这个 GDB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调试工具。那么这个程序是在哪里呢？我们好像以前也已经给大家提到过了，是不是也是 GNU 的？所以你看，我们 GNU Linux 很多核心的东西都是 GNU 的。那么它的代码和如何去编译及安装，这个大家自己去 GNU 的官网去下载，并且下下来过后进行编译安装，我这里就不多提了。那我们直接来研究它的这样一个使用。我们也要研究它的这个使用，我们先要展示一下，还记得我们以前是怎么样来进行调试这个过程的吗？是不是要给它什么设断点，在这儿设上一个断点，然后在运行的时候以调试的这个模式来进行运行，到了断点过后可以有一步一步的这样一些调试，对不对？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把那些值打印出来，并且或者观察它 watch 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整个在开发这个通用的开发里面调试的行为，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分析出这样的一些步骤。第一，就是我们要首先用 debug 的方式来进行编译啊，就 debug 的方式来进行编译。然后呢，我们要学会去打断点，打上断点之后，我们要 run 一下它，然后运行这个调试的过程。那么在调试过程中，它会运行到我们断点那儿，我们程序就会自动的停止。那么停止了之后，我们又可以通过单步调试来继续往下一步一步的来走。这个单步调试又包括了三种，一种叫 step into， 就是直接跳到当前这个函数里面去一步一步的。step over 是一步就把这个就是当前的这个过程中不再跳到这个具体里面的子方法的内部去啊，就叫 step over。 还有 step return， step return 是直接在当前运行的这个函数里面直接运行完当前的所在的这样一个函数啊，并且跳出去。
那么这是三种单步调试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要有一个理解啊。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打算用单步调试，我们是不是又可以继续运行，就 continue 继续运行，就是它该运行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对吧？那么好，我们调试还有一个目的，就为了把值打出来。那么就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值打印值，另外一个是监控值。这整个就是我们调试过程的这样一个分析。那好，我们来看一下 GDB 如何来做的啊 ，GDB 如何来做的。好，那我们先来是从最开始如何来进行调试模式的这样一个编译。打开我们的 VMware。大家要善于去总结啊，就是把我们通用的这样一个调试行为给它总结成这样一些步骤，这样子我们再去研究一个新的调试工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学习了。而且大家要清楚，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GCC 作为一个编译器，可能我们的 Eclipse 在 Linux 下面也会用到它，那么同样的 GDB 作为一个调试器，我们 Eclipse 的调试在后台其实可能也是用的它，对不对？OK， 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源程序，进入到我们的 count.c 这个源程序。这个程序其实比较简单了，就是输入一些值，然后把这些值通过一个循环来进行一个函数的调用。这个函数的目的就是把它们加起来啊，就把它们加起来。那好，就这样一个函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先给它进行一个编译，我们还记得怎么去编译吗？ count.c 指定它的目标文件 count， 还记得我们之前 GCC 有个参数叫杠 G， 就 GDB 的这个意思，就表示带调试信息的这样一个编译，对不对？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这就是调试模式的这样一个编译。我们运行一下这个 count， 这是它实际打出来的这样一个效果啊，就运行这个程序实际出来的效果。那么目前我们这个 count 就是带有我们的调试信息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调试编译我们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们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么我们如何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去设置，包括设置断点啊这些内容呢？我们现在启动 GDB 程序，启动它。那么 GDB 程序在哪里呢？你可以用 where is 或者 which GDB 去查看一下它的所在的路径啊。我们启动一下 GDB。通过 GDB 后面跟上我们这个已编译好的带有调试信息的这样一个可执行程序，我们来看一下。好，这里它就启动成功了啊，启动成功了。那么它这前面的这个符号是不是就变了，就变成 GDB 的这个样子了？那好，下面我们要来开始给它打断点，打断点就包括了查看断点和删除断点，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打断点。首先呢，我们要来尝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打断点，我们首先是不是要看到这里面的内容？我们首先要看到，第一，我们是不是应该看到我们应该把断点打到哪儿？所以我们要看源代码，对不对？我们要看 source。 那么这里的有一个方法叫 list， 但是在 GDB 里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这些命令都可以缩写成首字母，就你打一个小写的 L 就可以了。 list 就是查看所有的。然后如何去打断点呢？我们以前都知道断点就 break， 对吧？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用首字母 break 后面跟上一些方法去打断点。那么还有删除断点，就同样的是用 delete 这样一个方式。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在打断点的时候我们有四种方式来打断点，通过 break 后面跟上函数名称来打断点，break 跟上行号来打断点， break 跟文件名冒号行号来打断点，以及可以跟上行号再加一些条件来打断点。那么如何去查看到断点呢？就通过 info break， 就通过看 break 的信息。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给它缩写啊，缩写就是 ib 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同样的，删除断点也是一样的，当然你也可以缩写，用一个小 d 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展示。我们先 list， 当然我说了是可以缩写的，就打个 L。
好，这个时候他就把源代码就是通过分页的方式在不断的往下走啊，不断的往下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回车他就翻页啊，我们再看，给我们打个 L。 好，然后这时候我们做一下，我把断点打到第十行啊，我把断点打到第十行，我们先首先通过我们刚刚所说的 info break 来看一下当前有没有断点，我们缩写就叫 IB 啊， info break 的首字母的缩写，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提示是没有断点和观察点，没有断点和观察点。好，那么现在我们去给它打一个断点，打一个断点后面跟上十就表示打到第十行。好，断点打成功了，看到没有，这有一个小提示。那我们再来 IB 观察一下，大家看是不是就有一个断点了，对吧，这就有一个断点。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这里这个源代码里面，我们同样的还是来看一下源代码，在我们的源代码里面有一个函数，这有一个叫 sValue 这个函数，我们再给它打个断点打到这个 sValue 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来打一个断点，那么就是通过函数名来打断点。我们同样的再来看一下断点列表，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24行，在24行的 sValue 这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条件来进行一个打断点，你比方说我们打一个打到第十行，如果我上面有一个这个 XY 这些变量啊，我打到第十五行吧，如果 x 大于一，则在这里打个断点。好，大家看这个断点又成功了啊！你看我们现在就会有三个断点了，我们就有三个断点。只有当 x 大于一的时候，到时候在运行的时候才会停止在这个地方，叫 stop only， 对吧？好，那么如何去删除一个断点呢？很简单，就 delete 跟上这个断点的这个编号就可以了。然后我删第三个。D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看断点是不是就被删掉了，所以比较简单，对吧。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运行，断点我们已经会设了，那么断点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运行来跑一下了，这个跑起来的感觉呢就跟我们在这些 Eclipse 啊或者在我们的 VSTS 里面点那个 run 是一样的道理，对吧， debug run 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如果要运行，主要我们要学三个命令，一个叫 run 啊，我们就打个 r， 哇，这个就是我跑起来，就是正式的运行起来。那么运行起来，它遇到断点就会停留。第二个叫 continue， 就是直接继续往下运行。q 就表示退出运行，退出我们当前的 GDB。好，我们先跑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不是就停留在了我们的第十行，对不对？我们断点的这个地方，第一个断点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按一下 C， 就是 continue， 你看它就停到我们的第二个断点 sValue 这个函数这儿了。我们按一下 Q 就表示退出，它问你是否要退出， yes， 好，我们就退出就我们的 GDB 了啊。这就是这三个命令。那么好，我们让它跑起来再进行单步调试，分别是 next step 和 finish， 很容易理解啊，都表示下一步啊或者后面的意思。那么 next 是我们所对应的 step over，什么叫 step over 呢，就是如果正在调用一个子函数，它直接会调完这个子函数，而不会跟踪到这个函数体内部去。那么 step 就 step into， 它会跟到这个函数体内部去。 finish 是直接返回当前的函数啊，退出。好，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我们还是要进来，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进来过后它默认情况下断点就没有了啊，是每一次这个断点都是重新去设置的，重新去设置的，所以它默认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还是给它加一个断点。好，现在我们把它跑起来，跑起来了过后停留在了这个地方，我们按一下 next， 你看它就跑到下一行去了，那它就一行行就往下跑，对不对？你可以用 s step， 你看我们用 s step 的时候，它就会跳到这个函数体的后里边去啊，会跳到这个函数体的内部去了。好，这个就是这些内容。我们同样的，我们点 finish， 它就会调完这个函数的运行啊。好，这就是我们的单步调试。那么继续运行 continue，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去演示过，它就会最后执行完，对吧？全部都执行完。那么我们在调试的过程中还很希望去打印值，对不对？打印值，特别是我们有一个习惯，是不是先去 watch 设置一个监控点，叫 watch point， 设置一个监控点，然后它会自动的运行到那，就会把这个监控点的值给打出来，或者我们根据需要去 print， 去 print 一个值，一个 value， 对不对？好，这两个方式在我们 GDB 里头也很容易去理解，打印就 print 嘛，监控的话就是 watch w 啊，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这里有一个断点，那么我们首先给它监控一个，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一个变量叫 x， 还有一个变量叫 y， 我们给它 watch 一个 x 这个变量。好，我们 run 一下。然后呢，我们给它下一步运行啊。好，运行到这儿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想把这个 i 打出来，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有一个 i 这个变量，我们打印一下 i， 就 pi， 你看它的值就是1，对不对？就很清晰就打出来了。那我们再下一步，我们现在我打算我们运到这一行了，注意到这一行是这一行还没运行啊，15行运行了，所以我们把 x 打出来，你看 x 值就是13。那么同样的，我可以设置一个监控点叫 watch x， 我用 watch x 啊，这个好像不能缩写。好，我们给它设置一个监控，我们再给 y 也设置一个监控。好，然后我们再 next 再往下调。我们再打一个 x， 大家可以看啊，像我们通过这些方式来给它设置上这样的一些监控，那么当有值发生改变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显示出来啊，它就会显示出来。这里的话还给大家做一个说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打一个 wi， 打一个 wi， 那么在这里它会以这种方式来配合我们来进行运行，你看我们一目了然，对吧？我再点 n next， 点 next 下一步，它会很清晰的给我们去指向这样一个下一步，包括打一个 i 啊，然后包括我打一个 step 运行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或者按 continue 直接运行完成啊，直接运行完成。好，通过这个的话，它其实做了一个这样的类似于图形的这样一个感觉，其实也是字符串打出来的啊，字符串打出来的，但是方便我们更直观的来看运行到哪个地方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 GDB 的这样一个使用啊，这就是我们 GDB 的一个使用。其实用熟练了就会发现其实内容还是比较少的啊，内容比较少，但是我们后面啊可能在用的时候我们会涉及到多文件之间的这样一个 GDB 调试的这个转换，从一个文件跳到另一个文件，这个会比较复杂一点，那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去在实战项目中会给大家用到，他先把这些简单的内容给大家练习一下。好，这一课就讲到这里。